太难了，生活太苦了，打麻将又输钱了，这让媳妇知道了回去不带跪流泪。哎，朋友们纷纷建议我找个女司机碰一碰啊，我得去路上看一看。哎，这有个小火车，会不会是个女司机啊？啊，行嘞，好，哎，滴滴滴滴滴滴。啊啊！行了，啊，我不会，啊，撞着我了，撞人，啊，撞人了，啊，撞人了，哎呀，不行了，哎呀，我的腿，哎呀，小伙子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怎么那么的了？我的肾，我的肝，那你这都哪么的了？啥？你还问我咋不地了？你撞着我，你没看出来？嗯，我撞着你了，撞不上我抢不动吧？咋么不动着？我明明看你动了，啪叽一下给我撞飞这么老远。不是小伙子，我车真是没动，在这停的。我说你动你就动了，哪么没动？好，动了动了，你是啥碰车啊？我是开的，是不是？你说小伙子，你碰个车？你碰个好车，你说干嘛我这个破车你碰了也没有什么油水啊。我不管，我管你有没有油水，我跟你说今天这个事儿没有1000块钱解决不了，你走不了啊。有钱啊，行，这就对了嘛。哎，我态度不好。我呀，姑娘给我打过100万来，我给啥挂死个人。不是，来，大妈，你这挺能装啊，你就开个这个破车，你能拿出100万来？对人了，对人了！不是，快来看看，小伙子把我老太婆推倒了。大妈，我怎么使劲啊我呀？你不是在这里弄呢？我今天遇到黑影了。你这别喊了啊，别喊了，不会真给你喊出来了？那什么？我给你300块钱，你也备有了，你起来，走走吧。行，那钱我就不给了。算了，这地上多点，地上这，哎呀妈，抢劫了，抢劫了，抢我劫，抢我劫！哎呀，你别拿了，你别拿了，你别拿那个给我装下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就你这点水平啊，还上碰瓷啊？一看啊，就是个新手啊！就你那演技，连孙英都给赶不上。哎呀妈！吓死宝宝了！哎呦我去！我这碰瓷的初级选手就是敌不过的老演员啊！哎呀，这家伙给我演的！差点把自己给说进去，喝水过来。以后我也不碰菜了，也不打麻将了，我得找个活儿正儿八经干干，可不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。